平安会本那边还在发。哎，哎，各位同学吼，各位学员吼、哦，大家好吼、哦！啊，这节课由我来由我来讲解吼。啊，我诶题目是：我不是我的我。要亚兰无摕对无？哎，你即摆手头吼摕、哦、到即张纸吼，即、哦、是考试纸。 如果讲你已经来上三讲啊吼，啊你也听几啊节课啊，啊你了解我者，你会使点顶头，吼写下你的答案呐，吼。啊，他听咱拢会，咱上课中吼，拢会慢慢透露这个答案吼。无啊、哎哎，啊你若是较慢啲来吼，啊咱无摕到这张考试纸吼，你他听在那隔壁坐好不？啊，摕头前，影音机啊，者吼。好 我遮拢无啊，嘿，啊啊，有人有有出呢无，嘿，哎，啊无，咱可能爱去爱去 c o 啊，嘿，我，好，你、欸，好来，咱来看者吼，我不是我的我，吼、哦，这即节课来讲吼，要互咱逐家吼、哦，较彻底的了解台湾人嘅心胸是啥物，你若出去街啊路，人们。 吼、哦，咱台湾人是啥物人？啊，台湾中国人啊，咱都祖先也是为中国人、啊，咱登山几代人啊，敢真正。其实你认识的我，其实毋是安尼。你讲吼、哦，我不是我的我。你讲咱其实拢误解我们自己的身份，吼、哦，我改去啊。啊，真正的身份是啥物货？吼，即摆阁摕一寡资料，吼、哦，证据吼，大家看者吼、哦，好。 哎，看一下，哎，即、這个即、這个是咩人？李登辉吼、哦，啊，伊家己有写吼、哦，李登辉的那个笔墨吼，我是不是我的我？李登辉，我的我不是我。你看这些几类做过总统的人，吼、哦，啊，过一百年纪啊，伊伊定個人写这啦，代表什物？伊家己嘛傻无啊，吼、哦，做阿总统啊，傻无家己的新闻伫倒位啊？ 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在哪里，所以今天的这节课、这个、的主题，讲哈白了，什么？我是谁？讲哈清楚的，吼、哦，彻底了解家己，出去的时候再大声，吼、哦，你要人推广讲，哎，咱真正是正港本土的人，咱甲中国真正是爱做切割的，理由在哪里？等一下开始讲，吼、哦，还、啊、有李登辉，吼、哦。 来看一下哈，叫《归阿姨哈，来看一下吼，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哎、欸，这哪像一首歌啦？吼，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哎、欸，啊，这我、哦、这这感恩的心呢、欸？ 啊！感恩的心肝，刚我是谁？刚倒起来了。诶、欸，这几年真正倒起来。咱看嘛吼，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你、就、讲、是、咱大湾人真正吼，四、哦、百年来吼、哦，有历史记载到即么？咱揣无啦，真正。咱揣无，咱真正祖国母国的地位。咱咱最后要依附在哪一个国家？我们自己搞不清楚。下一刻谁在呼唤我？咱下一步路怎么走？你有感觉就彷徨诶无？ 今天很有陶安陶安心的人，但对跟着党外、跟着民进党奋斗了二三十年，你难道没有这种感觉吗？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真坎坷辛苦。对吧？这个世界那么大，可是我们出个国啊，好像很难呢、欸，处处都被刁难呢、欸，对不对？有空没空啊？那菲律宾都来咱抢劫那渔船。 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了。那一直在付出了。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老祖宗，四百年来一直在付出。哎呦，靠噶部白晒啊，灰白浪倒打去啊。按过咱这条被吹掉一条正确的国际大道啊，我们一直没有认输。那咱的秘书长，那的前辈啊，哈，台民政府的个前辈啊。 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条路啊，那这是一条至少是目前来讲唯一一条可行的路。那来了解一下，哦，这是我这节课啊用意在这里哈。哎，认识我们是谁？哎，先看一下台湾的状况哈。你看，这扣你做的哈。你看这这这相片哦，哎，这两、欸、个人哈，这是中年人呢，这年纪不是很大呢。 啊，照安尼讲，这 Q 里钻变成伊的正业啊！伊即卖用伊的食欲住行啊，伊生活所需是靠这 Q 里的。哎、啊，这代表什么？工作不稳定呢、欸？对不对？真正是失业中呢、欸，在 Q 里钻呢。啊，看,看这老人家照顾老人家，那、啊、一家四口烧炭，活袂落去啊！各位。 这两张照片，你知影这什么人？台湾人，这敢有可能是老啊，敢有可能是咱讲的什么外星啊？绝对无可能啦！因为吼一个月吼廿万五啦，牵狗来散步，你知影无？嗯，吼、喔，所以这就是本土台湾人，吼、喔、啊，顶头的人，买烟酒迄的人，拢一直讲吼、喔，咱不分彼此，其实伊他一直在分彼此，吼、喔，哎、欸，他一直在分彼此，吼、喔欸，啊，姐。 农民，这毋是迄种中华民国啥物退伍费的农民啊吼，这是人阿地的农民。哎，这这少年的呢，你大学毕业了都欠下因为都是助学贷款，对不对？啊，大在台北租一个月两万多块钱，只能租这一种啊棺材大的房间啊。这个本土他湾人一出社会马上负债。外公，这个也不是。 流亡难民的第二代，绝对不是外口人讲人外省啊，老乌仔囝，唔是啊，伊若是变带遮啦，伊若是吼、哦，伊弄到虾物子女教育补助金啊，对毋对？吼、哦，啊，你虾米外国十拍派啦，即哪可能多济？你真正咱咱本土大人真正跟遐流亡难民真正有同等级，吼、哦，但看我这带受气啊，过来直讲你用吞大，哎，台湾人了不起。 油加不齐，车开不齐，菜吃不齐，坟墓死不齐。你看，啊，当然最后了不起了，这种一直来啊。哦，尤其马英九啊，当了总统之后拢安尼啊，这拢你看这菲律宾有无？哈、哦，哎，欺负咱渔民。你看，啊这这杨淑君怎样？哈，这奥运那时阵啊，杨淑君讲伊袜子啊，哈、哦。 穿著种较旧式诶袜子啊，然后就被判啊，丧失冠军资格,、啊啊、格，唔无啊，咱脑潮半年啊，隔壁啊判定讲真正失格，咱诶贱污工，咱毋是讲咱诶贱污人，讲咱诶流氓政府說，他讲我们要帮杨淑君打国际官司。隔天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拢化送诶安慰你，后我替你打官司，我来欢喜回去啊，然后他就回家了。 哎，伊也要插你啊！其实伊无可能打国际官司，因为伊毋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吼、哦！哎，啊，咱变遮久啊，对毋对？所以李登辉、陈水扁，伊嘛真爱台湾，伊嘛真正本土台湾人啊。大家拢发现讲，咱即条路，咱现在咱在国际上无地位啊，咱就是无加入联合国啦。啊。全世界只要正常的国家拢加入联合国啊，不然我们来加入联合国，你看。 重返联合国啊，不就种绿色的，这边运动，民联合国创柜台，好像搞了十五次，啊后来就没再搞了。两千零八年马英九做总统都不够负债啊！诶，加入联合国是李登辉，李登辉一开始上任总统不阿久就开始变债啊，逐年去逐年去去十多个，干嘛？英九不爱去啊，谁不爱去啊？ 因为马英九知道，中华民国不是个正常的国家，不是个国家，怎么有资格加入联合国？啊，你的民进党，你的空空空空，你都搞不清楚台湾中华民国的地位，你就一日干要弄民弄联合国，操你妹用啊！你没办法成功啊！在座你也印象吼，李登辉都阿做总统不阿久吼，就开始咧话加入联合国。迄当中有两个人伫咧电视咧辩论，一个叫谢长廷，一个叫。 张孝元两个在电视台公开辩论台湾要不要加入联合国，你也记得，那那民国七十七年换，哦，一九八八年，啊，谢长廷站在台湾要加入联合国这个辩论方，张孝元公不可以加入联合国，啊，两个在电视辩论呢，你们在你们在看无？因当中哈，什么？ 国民党那会讲咱袂使加入联合国，奇怪，家己国家讲袂使加入联合国，啊，谢长廷加入联合国，光加入联合国哦，谢长廷真的很爱台湾，很爱中华民国。事后想想，呵呵谢长廷工人啊，台湾工人啊，咱外先仔惊拢知影，啊，咱都毋是国家，咱是要加入什物联合国？民国七十七年，你倒去调资料看嘛，真正有电视真有、哦，真正有转播吼，真正联合国袂使入去吼、哦。 光是这一点就告诉你，中华民国不是国家了，那、啊、怎么办？啊不好不好、哎，不然改几个名了啊，证明自信呐，好不？哎，牵手爱台湾，证明自信呐，不然来改几个名，重新中华民国现在要修修的改改，哦，阿、啊、哥来重新打造一下适合台湾人穿的衣服嘛，你看、哦，量身定做的，有效不？无好啦，对不对？为什么？换汤不换药嘛，是不是安尼？你要像一个人。 改一个名，啊，杨某某变杨叉叉变杨圈圈，还不是同样一个人，没意思啊，这种不好，他人都搞不出，走不出这个世界、啊，哦，咱简单做个小结论呐哈，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国际地位不正常，所以不能加入任何国际组织，后来不然卖做那卖交任何国际组织啊。 啊，我那些基本人权得到赢，嘛至少让台湾人到外面去，可以怎样比较自在一点，不要处处受到各个国家的海关把你打压限制啊！出去的不相接国家，出去各个下面 Chinese 台北，嗯，有不？现在 Chinese 台北啊、哦，来看一下哈，刚刚今天不正常，有啊，菲律宾常常开枪打中华民国的渔船。 阿记真啊，中华民国渔船，即本土台湾人的渔船啊，中华民国的外甥啊、老啊，都是一条渔船，都是只渔船，都只掠去。特刚买看过看到三波，直接光红嘞相机，对不对？再来持中华民国护照进入泰国、越南机场，没有办法，为什么会被拦阻？然后找中华民国办事处啊，不好啊，要花钱啊。经常去东南亚，这种代志特别明显，而是去较落后一点的国家。 提中华民国好护照，真正出代志，你有你有你有印象无？你有这种经验无？如果你都是跟着旅行团的，不会有这个经验；如果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啊、我都是我者公司当属，店，我的公司下面人派他出差呀、啊，对你跑自己一个人的，或者两三个人自助旅游的，你绝对会出这种代志。咩呐？很很简单啊，你著护照啊。 压美金啊！啊，佫路一届啊，就等于呐，吼，即足济人应该拢拢有,有经验啊。为什么？即代表什么？中华民国迄定迄本护照是假的啦，得用美金钞票压去重，则有法度过关啊。真诶呐，阮家己就拄过啊，吓嘿，一届去越南啊，去出公差啊，啊，人伫外口咧人接机啊,啊，啦，啊，等半点钟啊，人飞机人拢走好了，人人下机下飞机走好了去啊。 啊，吾那、啊啊这个屋第内底咧创啥物个鬼？啊，啊，都当变啊，行行李都当变啊。啊，即个是什么东东？啊，面做照相机，啊，啊，伊当你装白痴啊？这什么东东？这怪怪的哦，即个安怎安怎安怎尼。后壁逐个讲啊，伊仔摕钱去啊，摕钱啊，哦，摕钱啊，好啊，水果啊，懂意思吗？哦，国家是不好诶。美国人说台湾前途不能公投。美国人最喜欢讲台湾了，哦，因为美国最了解台湾。 哎呀，这旧年嘛哈！最后菲律宾讲下面，只向家属道歉呐、啊，对不对？是啊，咱渔民受受害啊，跟中华民国和国关系哦。我只向家属道歉。啊，你中华民国都都唔是国家，我找恁做啥？啊，你看这这咱记者见这苹果日报，这中华民国旗啊，这美国旗啊插在顶头，这种告诉你，中华民国是一个诈骗集团啊！ 安头湾人按讲讲去用诈骗啊！哎、啊，你你问咱这讨海人吼、哦，啊，未出港的时阵爱插中华民国国旗啊，出去外海中华民国国旗啊爱收得去。你唔好搁插落去，你插别国国旗啊，拢好，你毋好插中华民国国旗啊！你插落去，人都要来抢啊！这个没有国家的国家开始抢了，哎，因为只向家属道歉，你家属能能去告告外国人吗？难呐、啊，吼、哦。 大概啊，较自觉嘅吼，毋相信。来，这些大人物都讲过话，咱来看一下吼，就跨过吼，就布什啦吼，杜鲁门啦吼，哎、欸，这李登辉，呢，啊，这啥物人？安倍呢，哎呦，安倍啊，未做首相，个个李登辉接棒。系啊，你毋知哦、喔。所以安倍啊，即个当首相啊，绝对是有他的特殊意义啦，绝对不是说什么凭选举选上去的啦，吼，应该有背后有人给他怎么样吼。来，因讲啥？ 连战啊吼，讲陈水扁去国有无吼？怪了吼、哦，选总统为什么去国咧吼？去哪一国？不是呀，台湾跟 R O C 都不是国家。哦，杜鲁门谈第二定论。啊李登辉时间到，将流亡政府赶出去。哎，李登辉懂了哦。哎，李登辉开始了解伊家己的真实身份哦。陈水扁啊，叫你爱管呀。要讲啊，中华民国嘛，流亡政府。 蔡英文，哎，蔡英文，大家怎啊？怎啊？台面上吼，民进党靠名，蔡英文。蔡英文嘛，跟己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来，这张相片，建国一百年，流亡六十年，就蔡英文。民进党参一挂大学教授，多年研究，叠民国一百年，出了一本书，六百多页。蔡英文写第一，写第一篇，一讲。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佮你开记者会。二零一二年蔡英文选总统，讲啥？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啊，你唔是讲流亡政府，那佮变做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你看这蔡英文，违规拢讲颠倒啊，整套话都讲颠倒了。你看，为了政治利益的话，台湾的地位、台湾人的福利、台湾未来，先放一边。 我蔡英文先选上再说啊！啊，给伊选掉的话，伊选掉嘛是中华民国尔。你不正常国家选掉有啥物好光荣？是啊，没有好光荣，可是里面有很多油水可以拿。吼，一票有三十元吼。你看，所以蔡英文啊，领偌济钱啊？选一届总统啊，几百万票啊，乘以三十元啊，领偌济去啊？那啥物人的钱？再来，还有人在讲吼，这潘基文吼。 那快人跟他讲了吼，你不了解自己，好，那找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嘛吼。来，护国清警告台湾独立、意外战争，哎呦，阿强阿要拍过来，唔是啊，你知道虾米人要拍？美国要打你啊！哎、欸，台湾跟对岸的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来，两千零七年是不？哦，用来讲过啊，潘基文，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哎、欸。 所以啊，叫我学白话，还让带来钱，嘿，一下你俩，吼、哦，重返亚洲，哎、欸，美国要回来咯、哦。哎、欸，因为亚洲的地位啊越来越重要，亚洲的地位啊也开始这样明朗化，吼、哦，恢复以真真正原本的面目来看这个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局，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划个加北啊。 台湾目前只是美国认同的中华民国，认同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占领跟有效统治。我哦,哦，美国承认中华民国可以在台湾占领，可以在台湾统治。那可以占领，可以统治，代表什么？占领嘛，这百零大民间在占领自己的东西，需要占领吗？这怪民间哦！我跟你讲，我占领这个奇怪，哎，民国家的民我要跟大家讲，说我占领这个。既然讲占领， 就是别人家的东西呀、啊，哦，然后我来讲啊，啊，不相信，哎，过来，两千零七年来，我亚太资深主任维德林，我联合国会必须具有国家身份，啊、哦，莫怪啊，莫怪啊，那侬无法道理去啊，哎，知样哈？光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华民国是虾米会啊、哦？哦，来，每日安保文件解密。 当远东啊，远东啊，日本所讲远东啊，是包含台湾啊。他说台湾是包含在日本来的，哦，我南海争议啊，我哦钓、哦、鱼台，博瑞光 AIT，我、哦、R O C 不得暗示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呀、啊，先暗示，因为马英九一直要把台湾送给中国，当做什么见面礼吧，对不对？ 我马云就要飞来青岛啊，飞来飞来青岛，要回归祖国啊！我要带个礼物回去啊，啊，就把他带过去，会未？你讲光光打，那你也唔知啊，真正去带过去啊！吼、哦，今日咱来上课是要创啥？嘿，然有警觉性啊！哦，你看这么多人在讲的，对,不對我都没有讲，都是他们讲的。 不是国家，不是国家，不是享有主权国家，啊，后觉得自不是国家。下面呢，下面我们已经经过什么民主的选举，我们也有自己的总统，我们已经什么主权独立的完整国家，我们要加入国际组织，香港共诶，北齐呀，啊。好、哦、来，那综合刚刚的，跟我们这三天，那来考考试啊哈，哎、哦，因为讲一小段时间，我们就要考个试啊，来。 台湾是谁的？你这几天你的结论，台湾是谁的？那来几个选择题给大家挑挑了哈。中华民国宪法上的固有领土啊、哦，这个有人讲嘛哈、哦。中国神圣不可分这个领土，也有人这样讲嘛。哈、哦，还、啊、有人说唔丢台湾等呢？台湾，台湾实际台湾党不属于任何人的，是我们台湾的。可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 日本放弃台湾主权，台湾已是无主地。也有人就说没人的，即四种哪有人讲啦？请问吼、喔，要选多少答案？要选多少啊？你若去外口问吼、喔，即四个哪有人讲啦？哎、欸，老挝啊、外省啊迄种哎吼，迄、欸喔、叫难民啊，一定选一或二啦。啊，那本土答案哦就选三或四啊。吼、喔，啊，你要选多少嘞？啊，来讲答案。 通通不是啊，哎，以上皆非，哦，哎、欸，唔像皆非哦，哎、欸，对，啊，无是虾米，来个猛绝，那问国籍好了啦，那是哪一国的国籍？哦，我们是什么人？你就说刚刚那个都不是，那问国籍好了，我们是哪一国的国籍啊，哦，是哦，对，那种铁页护照啊，哦，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对哦，因为中华民国去往推翻啊，啊，所以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哎、欸，那应该记个哦。 啊，不然先啊，我们是台湾人，是中国人啊，这种人讲呢、欸，哦，那来提示一下好不好？来，蒋经国有讲，这个蒋经国，蒋经国在老快要死得掉，这边四爷鬼你啊。吼、哦，老年时间贡献，我也是台湾人，哦，讲一个我一个台湾人，目屎拢淋落来了，哦，蒋经国认同台湾的，嗯，<laughs> 来，接下来先讲马英九哈、哦，来看一下，二零一一年。 马英九说：“我爱台湾，烧成灰都是台湾人。”这更恶心了。二零一一年被酸中痛啊！哈，我马英九烧成灰都是台湾人哦，所以你们支持我，就是支，就是爱台湾的表现哦。支持马英九就是爱台湾的表现。你看，啊，这种人哦，啊，这这不这这种人，这不尝试，这不滴血哦，鹿茸哦，好不咱张张报抓，做你的新闻，鹿茸哦，鹿耳朵里面的毛哦，这改讲的，来。 哎呀，多者还是多者以上皆非啊，对了哦，以上皆啊混呢啊，大家拢以上皆非啊，无正确答案在哪里？他听下慢慢来看啊，吼，来，来，有我想知影？刚刚都以上皆，那不然我们到底什么人？你若上两三工啊啦，你应该也有知影啦。你若拢毋知影吼，比如讲你即两三工，可能精神状况不是很好，没有听进去，哎。 大日本帝国的臣民，阿、啊、弟说阿拿咧，那都那难得来申请日本身份证啊，那来申请日本的护照啊。一起讲真的啦，虽然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但是现阶段呐、啊，咱是啥物？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呐、啊，讲阿北，安就嘛是，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呐、啊。但是眼光是日本臣民，就是咱就嘛是没有国籍的日本人，哦。 哦，来了解一下了吼，如果你已经认同哎刚,刚讲的话，啊你别出一人宣传，那人讲啊，我啊啊请问吼，啊我是不是本土台湾人？啊，是我是老外啊？啊阮兜有有,有亲戚朋友吼、啊，是跟着蒋介石过来，哎、啊，咩安怎来，那来认定一下吼、啊，嘿，怎样叫做本土台湾人哈？那快点吼，来这个人，这个蓝色这个人，一边来申请人民政府的身份证。 阿兰都爱来鉴定一的身份，好、喔、来就看他的爸爸跟妈妈，啊，结果他的爸爸跟妈妈都是在民国三十四年之后出生的，就是讲咱讲因为光复节出生的，哦、喔，其实不是光复节，大家知样？吼、喔，啊，你们啦，啊，你真两的都袂准啊，再往这两个父母亲上面的阿公阿妈来找了，比如说找这个妈妈。 这个妈妈的爸爸跟妈妈，好，他外公外婆，诶、欸、你看外公，日本籍，日本籍，也就哦，外公外婆，在日本时代就已经在台湾土生土长，那这两个的是本土台湾人，这两个本土台湾人生出来的这个妈妈就是本土台湾人，所以这三个都是本土台湾人，都有资格来申请。 他民政府的身份，将来都有他民政府该有的福利，你通通有这三个。来、啊、再看这个妈，这個、爸爸，刚刚这爸爸不算嘛哈，因为他是人家讲的嘛哈，下、哦、面二战二战结束之后才出生的。来，找阿公阿妈，诶、欸，看一下这阿妈，这奶妈。诶、欸，日本籍啊，这是日本时代在台湾出生。这阿公呢，哎呀，不惧日本籍啊，这可能老啊啦。 然后跟本土女生结婚，所以这是中国籍哦。啊，这是日本籍哦。啊，跟这会这些咪，这算中国籍哦、欸。诶，这这这这，这,這,這,這是咱讲的什么阿索啊？啊，这男左要半山啦？那么，所以这个不是纯种的本土台湾人，所以这个是中国籍哦。这个是中国籍，这个也是中国籍哦。所以这两个来申请他民证的身份证可以，可是。 他不能比照，他们不能比照，也就是说，这个福利会比较少啊，这个福利就多很多啊。这个嘞，本土台湾人，所以这四个都是本土台湾人。这四个，哦，赶、哦、快找来上课，找来办身份证。那那这蓝色是申请人呢？这是中国籍，这是日本籍，所以谁什么？绝、這個、不是本土台湾人啊！你唔是蠢的，你不是纯的，你染到中国会啊，哦，哎。 加载啦吼，即中国原装进口的，即人拢无爱定啊吼。你有买物件买迄种中国原装进口的无？有人买日本原装进口的吼美国原装进口、德国原装进口，有没有人买中国原装进口的货啊？无啦吼、哦。所以即三个吼，主要即三个吼，即三个都毋是正港的本土台湾人啊。即四个是纯种的，安尼遐分啊吼。原来是看爸爸妈妈有没有日本时代的户籍成本啊？吼，哦，遐分啊吼呵。好 来，咱过来看一下吼。啊，即马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咧足寿的无？吼、哦，你看一吼、哦。这习近平，这星云法师，这连战，然后咧握手。哎，我们我们的国军不是要打公会，要念带儿子，这个洪仲丘。然后这十八拍哦，吃香喝啦，啊，这像一种，这农民之家啦，行政院退伍会农民之家，啊，老阿爱种起啦，吼。 过年过节啊，那我送礼物啊，你看，都家叫你做哎。那些我们的本土台湾人，老人家照顾老人家的，一毕业就欠政府、欠银行钱的，要助学贷款的，大郎贼。本土台湾人真的跟他们是同一卦的吗？死都不相信啊！哎，华姐，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 这保卫钓鱼台，是不？这去年还前年嘛、哦，吼，那拢好首啊，吼、哦，国军、共军真的合手、啊，真今下侬何首？来看这，这是民进党的邱垂真，冇听过吼、哦，但邱垂真带一些民进党人跟中国搞干啊，伫下上海，伫下咧办 party 啦，伫下咧聚餐，聚餐完之后还有娱乐节目，卡拉 OK、跳舞，一意思吧，吼，哎，我们民进党也要跟你。 很好啦，哦，阿、啊、姐你看，谢长廷啊到中国去啊，啊，底下落泪啊，哭,哭哭啼啼啊，公于的认祖归宗啊。咱真正去中国认祖归宗吗？等一下给你看哈、哦，看出来了哈、哦，国民党跟民进党没有两样的啦。年底选举，你還要去选民进党，选国民党吗？其实我刚才讲了哈、哦，这两栋拢免选啊，这两栋什么人呀？ 对本土的、对本土他人都没有帮助。哦，我靠人！人靠爱台湾心，那个我们要让民进党赢，其实不好了。你怎么赢，都是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你永远都被中华民国这个啊这个防护罩这些很无形的给你盖住了，又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了。你只要是在中华民国体制之下，你怎么搞都没有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什么。 非法组织啊，不正常的国家，来看一这哈，全是台北哈。哎，咱出去吼，袂使家只几点点吼，那一家只一点点，吼。诶，这两这两张图要不一样，你到底是带这个出去还是带这個出去？大家来找茬，不一样呢，你有看到不？哎呀，对啊，啊、这这十二道光芒不一样。嘿，对，其实这无共款，暗哥吼，就都搞不清楚。 当然搞不清楚，搞个人嘛搞不清楚。啊，这个这个你讲的国籍啊，插在台湾。台湾如果是他的，他就应该插在南头啊？为什么插在台北？哦，对不对？伊那边叫“枪一支台北”，伊那边叫“枪一支台湾”。有没有想过？应该有想过了，但是找不到答案呢。找到都是错误答案呢。来，看，哎、欸，原来不一样的家。国民党党徽了，中国国民党国徽了。 所以這，虾物是国会啊，党会啊，啊这个啊进党会啊进虾米样？这是救国团啊救国团是国民党诶，救国团是国民党诶，可是救国团啊，迄了咱中华民国外济外济税金外济金钱在援助，迄种大人诶钱。咱大人每个人都要去支持国民党哦、啊，咱拜托啊无，伊是毋是国家，伊是一个政党尔的 哎哎、欸、姐，我最讨厌这个，你有没有很讨厌这个？背着国旗到处走，那夏灵音呐哈，我爱国哎对，出去公美使炸国旗，会使张炸这种吼、哦、梅花旗，啊那得奖嘞，上台颁奖之后，靠底下的国旗都杀出来，哎、呃，好高兴啊嘿，这在干什么？这不是爱国表现哦，这是在向全世界宣示，我本土台湾人。 愿意接受阿欧西永久统治，嗯、yeah.，哦，被他管得很高兴啊，很爽快啊，继续管下去、啊。恁那少年囡仔吼也一支吼、哦，真正叫伊卖嘢，系无、嗯？啊，你看这这几个月前的冬季奥运，参加有甲败，人讲真啊油漆工的，结果报纸新闻讲啥？讲这台湾呐、啊。 无好诶拢是台湾呐、啊，啊若好诶吼，拢讲迄个中华民国啊，吼、喔、啊把中华民国跟台湾给你搞得乱七八糟，所以台湾就说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啦、啊。其他拢那拢去互媒体黑白讲，互政治人物黑白讲，教到尾啊，我是谁？毋知。吼、喔、啊这吼，这西藏，这西藏迄个流亡个，大个人民流亡诶伫印度，诶，因摕什物护照？ 绿色护照，阿兰前面护照，那么绿色护照，阿、啊、人说为什么拿绿色护照？因为绿色代表环保啊，那拿来全世界都用绿色的好啊，对不对？阿、啊、人拢不环保啊，人保啊人用蓝色、红色拢不环保，啊，环保、啊，阿阿人相信啊。其实是什么？那是流亡啊，流亡政府啦，不正常国家啦，主权有问题国家，就是规定要用绿色护照。阿、啊、知无？哦，啊，你、那个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乱讲，哎、欸。 哦，你看呢？这这那先看这个陈水扁，陈水扁像关五年啊嘞，你你你们认为会被放出来吗？不会，不会被放出来，除非他民政府执政，他民政府执政，我马上解放陈水扁，但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撑到那一天呐？哦，因为他精神状况越来越糟糕。你看，在我任内，我曾多次接受 AIT 主席指示啊。好，指示什么？可以影响到总统决策的。 命令啊！而且我非照办不可、啊。等于讲，A I T，叠中华民国的总统之上，A I T，可以直接对中华民国总统下指导旗。请问这是什么意思？你都你管的了。而且还代表什么意思？请问一下，A I T 是什么组织？美国的新政组织吗？不是的，伊是什米民间单位。 组织呢？民间单位组织可以管到一个国家的总统。民间组织管国家，刚好这种道理。只有民间组织管理民间组织吧？那民间组织在管理国家所以中华民国不是个国家？我有讲错吗？哦，你再来吐槽不要紧啊。那台民政府所讲的理论都是有凭有据的，让会再来吐槽啦。 你啊，你啊，认为我们有讲错，那会再来吐槽啦。哦、喔，不过咱都，个起码都无人吐英文啦。哎、欸，因为他们都讲感情啦。哦、喔，哦、喔，啊，其实吼、喔，真正台湾的地位，你只要把这个五个条约弄懂了，你就了解什么叫台湾了。那若是没有搞清楚这个，哦、喔，啊，因为这这几挂讲师都讲过哈，所以我就。 无够多，加解释的，吼、哦、，OK，吼、哦，啊，不过吼、哦，马英九吼、哦，常常拢讲吼，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伊拢讲啥？伊拢讲对啦，什物，日华台北合约啦，吼、哦，什物开罗宣言啦，嘿，伊定常讲讲三跟五啦，啊，其实日华台北合约早就失效了，谁那失效？日本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建交当下的失效，啊啊，嘿，白纸写黑字呢，还有铭文记载呢。 所以已经失效的东西提出来讲是不创？还有讲开罗宣言，其实开罗宣言也不能决定台湾的地位哈。后面会讲哈、哦。来，前一之台北哈，杜家上一节讲师有讲，我们再举例一下，干真正有流亡政府。你想讲全一之台北你不相东西来？二次大战、一次大战有多少国家被消灭？来，韩国、去了日本。 消灭掉，逃了，逃到上海，叫什么？科利亚上海，有不？法国被德国打败了，不有有？跑到伦敦，波兰跑到巴黎，个比利时嘛跑到伦敦啊。你看这种上海、伦敦、巴黎这种城市名呢，不有有？流亡国家加城市名，所以国家加城市名，啊，人拢流亡政府，你不是流亡政府？呃、骗笑诶，流亡政府。 蔡英文，哎，那那又怎样？接下来，接下来都要死啊！上中超，国会取消，你那听过人吼、哦？美国国务院官网已经找不到 R O C 了。你正要美国办签证，找不到 R O C 啊、哦！哎、欸，国籍那揣几波揣不，中华民国找不 R O C，改成台湾，好、哦，个 A 可法。所以这栋告诉你。 被翘起啊！哦，阿被翘起啊！怎么办？各位，你的下一步在哪里？哦，应该开始找了吧？哦，哇！走入历史啊！联勤走入历史，联勤司令部拆了，宪兵司令部拆了，行政院新闻局拆了，三军司令部拆了，军法局拆了，拆了，拆了，拆了。拆了，跳厉害！就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军队。一个国家没有军队，叫什么国家？高雄郎是高雄郎种。 国家叫你公安把自己的军队解除、解编、解除，有历史以来也没听过这种事情啊！谁啊？多多电话民国，会自己把自己的军队解除掉？我先过，这个台戏一定是有人跟他说你就是要解除军队啊！哦，也再联想哈、哦，来，台湾人真的不是中国人哦，来，台湾的官员都是公的，不能带家属来。 因为你三年后就要回去了，你不要带家属来了。你带家属来，你在中国就没有人质。我们中国满清就不能对你怎么样，所以一定要人质扣留，家属留在中国就是人质扣留，所以没有眷属。郑成功时代嘛，侬赶快，啊，侬这种事情，啊，马关条已经说我们已经跟他切割了，啊，这已经蒙白了，连南京的蒙白哈、哦，你妈你基因研究哈、哦，台湾兵死后去哪里？ 不是中华民国忠烈祠啊，一的日本靖国神社哦，靖国神社哦，而日本的忠烈祠哦，那你说啦，我们如果不是日本人，谁要造去靖国神社？哈、哦，来一个一个帮你讲哈、哦。血缘遗址啊，别有用心啊。乾隆二十三年，那抓重点哦、啊。啊，其实每一个每一个投影片啊，弄会下讲一点钟啊，啊，那些时间有限，我们挑重点是吧。 西部平埔族全部被赐姓，以后后代依汉氏姓氏改姓，自己选，选姓氏选族谱。啊，你那做工做嘛的，讲那是中国人。一八九五年，多割让的时阵，你看，搞只怕纯种原住民，真正混到中国人嘞。无即无即句言，就那些当官的啦，好、喔、来即下，因为因为哈生理需要的，哈无注意哈、喔，跟咱平埔族原住民哈男做伙生囝。 或者是西班牙、荷兰人，吼、哦，啊，其实作作以前嘛日本人，攞来这里住，咁向林做的。所以你讲姓氏啊，所以我规整個头拢同一个姓氏无吼，像陆像鹿港啊，做在姓氏的无，鹿港很多姓氏的嘛，吼、哦，啊，彰化社头乡很多都姓萧的嘛，吼、哦，规整個头拢萧的呢，哎、欸，啊，鹿港拢姓，一般都是施的呢。人讲是不你问啥姓氏？啊，问的施党的后代呀，啊，施党。 六港一盘拢私人生哦，你想过猴生未？哦，哎，你你来种信息，啊、哦，阮拢做什拢为同同时从中国大陆迁过来，一整个村庄同时从中国大陆迁过来，啊，公阿妈厝面改变，阿伯阿婶拢叫过来，敢有可能？莫讲，迄当阵无可能，即嘛即个时代嘛无可能啦，规砖头拢移民到美国，敢可能？吼、哦，迄种用种逻辑想一想，来，即、這个尼玛哩吼，伊、哦、下来吹吼。哦 我们留着不同的协议今年哈，那我们是土蕃啊，身藩，被感化成蕃藩，最后变汉人啊。其实汉人只是个名字而已，那真实身份的是原住民、平埔族、高沙族。哎，好、哦、啊，是啊，那祖先啊，这么改，当当咱统治叫咱改名就改名，因为他用什么福利政策逼迫你，那要你来信中国姓氏。信 我就可以这一块地，哦，给你种着，免抽水，三年免纳税，小朋友读书有教育补助。还有一个更大的重点，那时候汉人开始进来，东欺负原住民，欺负贫苦族。安、啊、那欺负？给你写假的地契嘛，哦，承租嘛，这个不是承租啦，讲说转让啦，无条件转让啦，安那骗人唔捌理个呀？啊，你告官府个时阵呢？ 很简单嘛，中国人啊、喔，原住民、喔、啊，还中国人胜。阿苏利爱变成中国姓氏，你要变成中国姓氏，你去有司法判决时准，有中国姓氏的都赢。啊，你看你，你阿那，你你祖先啊有法度外国懂，今年爱，明年爱，第三年就好了，好了，姓氏好了，汉中国姓氏好了，啊，无咩活对去，当然去用变种啊，对冇？ 哦，无奈啊，哎，好、哦，来咱看下吼、哦，是安那讲林妈，里伊的什么血缘基因？讲然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他说了就算吗？有基因啊，看下吼，咱细胞里底立线体，立线体里底有 DNA，利用 DNA 会遗传，所以 DNA 会遗传，我们就一代一代往上找，就可以找到你的老祖宗是谁。你看下吼。哦 而且、啊、很奇怪哦，这个 DNA 吼、哦，只只会传给女性，只会传给女性，男性不会传给下一代，女性会把这个基因传给下一代，所以动物的世界都是母性社会，对不对？妈妈当家作主，只有人类啊，哈、啊、父性社会其实也是不正常的，应该是妈妈母性社会。你看。 你看哈，你看哈，来，你看这基因吼，这边吼，你看这是查某的吼，外曾祖祖母、外曾祖父，吼、哦，啊你来看这边吼，这一个这圆圈圈代表女生呐吼，方形代表男生呐。你看这男生有一个蓝色基因、红色基因生出来后代是红色基因，有看啊、你看不？好，啊你看这有一个打叉叉，一个下物圈圈的基因吼，这个方形男生，啊这女生红色。 下一代又是红色基因，我看到，这些、個、红色跟这些紫色，下一代又是红色基因，不不不，妈妈下到红色基因的话，阿、啊、爸爸的基因都没办法传下来，哎、欸，这都红色基因，所以要从这边去找啊，哦，找到啊、哦，原来我们真的不是中国人啊，还、啊、听清楚，你还是中国人吗？你真的是中国人吗？ 哦，欸、有啦，真正有人，中国真正有人过来啊！真的有人过来，可是那个比例太少了。迄人家买也无啥吸引呐啦。哦，你看这个不？你、哦、看，你看，哎，泰雅族、布农族地方，就反而跟日本呐，他同一个支系啊。哦，比较像什么一家人，就等于看另外一个支系。哦，这基因不会说谎啊！历史可以乱写啊，基因怎么怎么说说谎？哦，啊，真真有唐三公的后代嘛？你看，十个去。 十个来台湾，六个死翘翘，剩下三个，啊，这三个还要对抗疟疾，对不对？疾病、水土不服，而且出差。外来入侵者出差，所以这三个最后剩几个？我那牡丹社事件，有人过来有人，有人，有人过来啊！但是来了少部分，跟大部分的台湾人混种之后，一村瓦解基因。 哦，所以四舍路的等于没有的啦，哎，讲较白就安尼啦吼、哦。来你看这吼、哦，像这個、这個、这個、中国人呐、啊，安、啊、这咱、個、原住民呐、啊，你这那好几个欺负一个的，啊，就个、是，啊，安、啊、这個、一个人就可以万夫莫敌。来，再讲一个哈、哦、更悲哀的哈、哦，蒋大师哦，你查哈、哦，哎，抗日失败。 在福建漳州，遭清国出卖，捉拿后送给日本处死。你不能多讲礼拜是大汉人嘛，不适应嘛，没给嘛，所以跟日本产生抵抗嘛，对不对？那这个简大事的死啊！啊，结果一抗日失败，一就开始逃亡，招到一中，招中国，然后跟中国讲哦，我原因点点点。结果满清中国说，台湾不是满清的。 你们是日本人，我要把你们遣送回日本。钓鱼，哪达的公民啊？你台湾跟中国的没关系呀！做给你看的你还要用你的热脸贴人家冷屁股，说你是中国人。来，这些中国高官，第一台湾的唐景崧、丘逢甲、刘永宽过来哦。啊，不要乱讲，啊，不要乱讲，大家知影哦。原来是从他们出来的。你本人来啊，酸料,料料去。 啥给无啊？化妆成老虎模样的，所以台湾真的出了问题。中国人真正保护台湾吗？我很不相信了啊！好，来问一下问题，来来考一下哈。来，日清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清国皇帝将台湾全岛跟主权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哎、欸，马关条约有关系啊？请问对错？ 是啊，同学、he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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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嘿嘿嘿嘿嘿嘿，台湾全岛，杜姐上一节课有,有看到哈，不是台湾全岛，哎、欸，只有六个屯垦区而已，啊。来阿毋是野啊，什物割让全岛，哦，公安未像专真大然因诶咧，像咱较早细汉时读教科书、读课本，郑成功赶走荷兰人，收复台湾，哦，统治台湾，哦，毋知影计讲。 当然，规地拢伊诶咧。结果郑成功只统治哪里？台南而已啊。哦，我这将证据啊，是、啊、吧？郑成功这等人咧，阿满清这等人，哦，啊，且、啊啊、西班牙、荷、啊、兰。好啦，过来，来再讲一下，中国人说台湾应该独立，摕几个人我你看。哦。 所以讲吼，我来用矛盾呐、啊、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攻杀话，我来吐哈。来，中国人说，台湾是分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你为什么说台湾可以独立？台湾如果是你中国的领土，谁来攻台湾独立？你应该说台湾要回到祖国怀抱啊。孙中山讲，台湾要独立。来，蒋介石、毛泽东也说台湾要独立。 胡适、周恩来嘛讲要协助台湾独立，啊，台湾若恁中国会生爱独立？对毋知讲爱协助台湾回到母祖国诶怀抱，对毋对？台湾不是中国的啊！啊，爱看这，迄当阵日本时代，迄中国爱穿安尼啦，咱穿安尼啦，对毋对？咱咱咱国进步的，竟然说打仗啊，讲讲输即种诶啦，迄乞丐嘛，所以输甲足毋甘愿诶。嘛。 来篡改历史，中国人的自卑心在这里显现出来比。一波逼,逼他搞，一逼逼让他搬。但是今天，当他踩到一个机会，可以站在我们的头顶上，他为了掩饰他的自卑、无能，他开始篡改历史。来避谈哈，这昭和十二年，那陆读掉，变这些名，民国二十五年。好、哦、不？你改就做对了。 哎，我来看这公文啊，这政府发的公文日本日本哦。一八九六年、一九五年、一八九六年都要日本地方，好地方哈，好不好？伊讲台湾岛啊，有无宫庙、寺院啊，都要保存啊，吼、哦。一挂寺庙啥，啊，里里口口的吼，拢爱当保存啊，未使、啊、当敲掉。所以日本来吼、哦，有没有保留台湾的文化？有。所以台湾有很多庙宇，拢是清朝时代就有的庙宇，是安那有。 因为日本人说不可以敲，如果日本人一进来就开始敲，全台湾没有几间庙是满清时代就盖好的。诶、欸，你看一九五五年中华民国来啊，一开工啥，关于神社牌坊鸟居啦，吼、喔，什那的线塑灯柱点点点的，一共有碍观瞻冲啥拢讲了掉，所以咱拢无什么日本时代物件，那两个不同的民族性。 他完全要消灭你的历史文化，你搞不清楚你是谁啊？哦，来比较一下哈。那不过呢，他呢很无奈呐。那种怎样叫我们灌鬼？那支那人，以前不应该讲中国人、啊、应该要讲支那人啊。给中国这个名称是先辈人创造的，晚清末年孙中山那些搞革命的才开始有中国这个名称，以前找不到中国这个名称。我来支那人，好，你话哈，来。 满清统治台湾二一二年，郑成功统治台湾好像二十三年，中华民国过来六十九年，到达的三百多年，日本人来五十二年，三百多年跟五十年比较一下，谁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甚至跟它合并变成现代化国家？日本人五十二年，那我。 中国人关三八鬼女啊，我们没有给他机会吗？三百年的时间不够吗？我爱安刚爱好你三千年啊！光这个啊，我们就应该告诉自己、啊，我要选择当日本人呐、啊，我不要当中国人呐、啊。来，这些日本天皇下的诏书都叫狂鬼，这个诏书就是说。 台湾人开始跟日本日本人享有一样的什么同等的权利跟地位，台湾人等同日本人啊，所以日本宪法开始在台湾实施。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绝对不是愚人节啊！有了这一张，我问你，咱读册的时候刚好这张，另外一面我讲啥？特地给你看，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嘛。其实这张得出生证明啊，这张的许丹的出生证明啊，原来我们的亲生父母亲叠加。 伊娜干哪里讲？对，琉球政府怎么敢跟你讲这个？那这个公告之后，全世界也没有人抗议啊。啊，表示我们真的已经跟他们是一国啊嘛。但从殖民地变成真正的国土，变成日本的国土，而不是殖民地了。所以国土就不能割让，殖民地才可以割来割去的。哦，台湾人的身份就这样被转变了。 来，这后解《开罗宣言》吼，马英九去年说：“开罗宣言》宣言也是一种条约了吼，啊，给马英九，也本来都没在听啦。哦、啊，你光昨天的鹿茸，就是鹿耳朵里面的马你有哪这个人有问题、啊？诶，来，《开罗宣言下》写啥先窃取，凡是日本由中国所窃取的领土，统统要归还中华民国。请问《马关条约》敢窃取的？那《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台湾敢是窃取的？ 我讲马关条约是有签字的呢，李鸿章跟他儿子李经方呢，甲伊藤博文签的呢，德恒宾馆，然后还有台湾及周边群岛三十六个小岛附属岛屿每一个岛一一比对呢，然后等于那草因来呢，啊，无你斯代德克巴来第一集前面三到五分钟，你演啥？等伊看嘛嘞？ 在德克巴来前面三分钟就在演割让的过程嘛，弄签的啊呢，一个一个岛屿这样比对呢，阿你好像窃窃据哦，阿两个窃占哦，对啊，不是啊，那不是就不用还了啊。因为跟开罗宣言要的是窃占的部分才要还啊,啊，啊这台湾不是窃占啊，不用还啊,啊，啊当然也有人说开罗宣言没有签名啊，哦台湾有一个沈建德用、欸、开罗宣言不用。 没有签名，我一共去中华民国什么党史馆，像我哥哥去找啊，哦，找开罗县，哦，去要找哦，开始放送，哦，开罗县没有签名，没有签名不算，开罗县本来就不应该签名，如果开罗县有签名，那是伪造文书。什么叫开罗县？是一个是吼，直接新闻稿啦，记者吼、啊，拿着新闻稿，然后对着广播电台，然后念给全世界听啊，这样。 新闻稿念给全世界听，那怎么可能会签名？新闻稿有三国领袖要签名的，不会有代签啊。所以它是个宣新闻稿，自然就没有签名。好、哦，但是要不要实施？可以啊，它的窃取啊，所以没办法实施啊。所以台湾不会是中华民国的哈、哦。然后再看这个哈、哦，很很讨厌哈、哦，他让我们忘记我们是谁，因为他改了我们的国籍。你看这这个英国。 美国拢三度抗议啊！我白改你看，你、欸、讲为了管理方便来改国籍，这盖国你要当那种工啊。嘿、欸，搞不清楚我是谁了。来科举，只要在统治的领土实施宪法，就是神圣国土。我们刚刚有讲嘛，日本昭和，好、哦，昭和天皇啊，然后颁布一诏书公，公台湾实施日本宪法，说是神圣国土，请问这样对不对？读册也会晓，你真正读入去不？ 答案对不对？对呀，化解好不好？错了啦，为什么错？为什么错？比如说 ROC 嘛，刚有实施宪法，对不对？但是 ROC 没有用到台湾主权啊，来吧，所以这宪法实施那些实施的呀，他实施的再久，台湾也不是他的啦。来，跟梦姐，一八八七年，台湾建省，将澎湖。 隶属在台南府，派有官兵驻防，而且有大清立法，台澎已经是清国神圣国土。哦，未来逼宪法要来，我满清国，我们大清帝国更早在台湾实施，所以台湾不是日本的国土，岂单满清呢？对不对？<laughs> 哦，这個、来回去哈，哎、哦，那讲你当贡献吧，不要跟我来吐啊，我我跟你吐啊，对不对？对啊，真正啊，满清哦，对，比日本更早啊。 来，答案错。为什么错？因为台澎居民不享有全部的大清地方。一些官兵是在从哪榨取资源呐？在叫抽水，奶对不对？然后照顾一些屯垦区那边来的中国人一因那有在实施宪法。如果实施宪法，那台湾人跟当时的满清满清帝国的人应该享有同样平等的地位、欸。 跟权力呢，敢有无嘛？无耐是恁的错啊、哦！来，哥们，吼，开始别客气。啊！因为本土台湾人祖先从来未曾在台湾建构一个统一台湾的主权国家，真的很可怜。西班年来无遮啦，所以没有主权国家。因此，一旦外来统治因素消灭，台湾就变成无国籍状态。只要没有外来统治，我们就是无国籍，对不对？ 刚哎，刚刚哎，我是记得的。右下角一点，右下角。好，刚刚啊哈、哦，刚刚讲那么多题目答案都错了哈，啊，所以这一题应该应该也是错了哈，嗯、哦。好、哎 <laughs> 哦、啊，好怎样啦？反正是非题就闭着眼睛，通统是打叉叉打叉叉，无一百分慢慢交十分，嗯、哎，来。 我一百分九十分，这一题答案对，哎，这一题答案对。无国籍状态，等一下给你答案，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我们是无国籍。这唔是我跟你讲的，这唔是我跟你讲的，也不是我们民政的那些行政长官、那些长官讲的，或者我們秘书长讲的，不是哈、哦，但是真的无国籍哈、哦，哎，来做个简单结论啊哈，就家己夸就的了哈，这個看看就了這個、都告诉你，我们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嘿。 台湾还是在美国军事占领中啊。西安呐，再给你一个证据：麦克阿瑟一号命令。美国打败日本之后啊，日本呐、啊，叠东南亚、东北亚，降我这土地啊，那些土地啊，很多都不是日本国土，都是殖民地。按过美国没有那么多人手，所以开始怎样分配？ 分分配占领，你看蒋介石啊，因为苏维埃远东最高总司令啊，盟国东盟东南亚军事啊，然后澳洲啦、啊，美国太平洋舰队啦，五个单位啊，分地占领啊，啊蒋介石分到什么？台湾澎湖啦，意大利公台湾关户啦，你讲，哇、啊，哦，这这写的更仔细，哇、啊。 什么的满洲国，北纬几度几度？什么库页岛，什么千岛群岛，我苏维埃占领。而、啊、且點,点点点点点点点，我蒙古，这带该等于谁？这该等于谁？重点是讲，蒋介石委员长，这王禄等于谁了？所以，他只是被分派来台湾占领。下面一是什么的关乎台湾？我问你，中国中国什么时候根据哪一场战役？ 打败日本，让日本投降，哪有被人打到重庆、四川、重庆去啊？这边亡国去啊？打败日本，啊，既然没有打败，哪来的光复啊？哦，那、啊、些日本呢？基本上日本是这这这这些浅蓝色的，那些安倍晋三哦，在在搞这个，这是流落在外面的日本国土，台湾基本上由蒋介石占领。 那安倍晋三现在奋奋斗这个，只要这五个拿到了，大日本帝国就恢复了。那这个韩国独立了，诶，韩国以前不是被日本占领了，那为什么可以独立？哦，韩国可以独立，那我们台湾也可以独立。我靠，我背后还弄切他一半，哎、欸，等一下跟你讲为什么。好、哦，来直接，台湾人无国籍。两千零九年，美国联邦高等法院，等等等等等，无国籍。 好、哦，我们是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呐、啊，哎，来客姐来，同盟国的 r o C 啊哈，中华民国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日华台北条约，可以在日本的台湾驻军治理台湾，对吗？这马英九拢公职，全年买一个公职盖，公以后不要最好再讲了，哎，一共拢公职，答案错哈、哦，哎，李姐。 他是因为麦克阿瑟一号命令，杜嘉永皇帝的过鬼分配占领、分地占领，你来占领台湾澎湖。不接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十三条，代理美国执行分配占领，也就是说，今天美国没有打败日本，中华民国不可能例外啊，他没资格进来，他今天是以代理人、代理人的资格进来。 所以叫台湾自己当局，哦，原来是代理人哦，莫怪还有 AIT 惯呐、啊，哎、啊，听懂了哦，哦，难怪 AIT 比他伟大，哦，哎，讲啊只，我嘛就想要来讲给人听哦，对，啊，太好了，哇，这个是福音呢，你有想过无？你唔贪哦你我白讲哦，嘴用扁扁哦，去用拍枪哦，去用捏关哦，来看一下他湾政府所做的一举一动，都在反抗中华民国。 根据中华民国刑法一百条，内乱罪，哦，要处这边徒刑，哦，那么五年以下；外乱罪，哦，那么十年以上；通谋外国罪，点点点，哦，以前甚至还要枪毙。搞了三年，为什么没有人？为什么中华民国不敢动我们？因为我们有后台，我们后台比他硬，所以他不敢对我们怎么样。所以你出去跟人家讲，绝对是安全的，绝对是安全的。其他的民间户。 咱后壁若无靠山，咱所有诶同心啊，无人敢算，敢算诶，拢掠爱清晒去，无离爱清晒，拢关起来。是安那三年人没有事情，动动脑筋啊，吼、哦，很简单的逻辑呀，吼、哦。吼，谁在保护台湾？吼、哦？这已经这两三天的课、啊、讲太多了了，吼、哦。吼、哦，你看那一九九六年，有无前物台海危机，前物发射飞弹，有无？你看，一发射之后，你看得来啊？你看。 好吧？美国舰队弄来啊，因为这是他的占领地啊。美国是台湾的占领国啊，他有义务保护台湾呐。哦，啊,啊，其实这四射飞弹是西吓吓台湾人了，吓吓那不懂的人了。哦，唔知道我是谁的台湾人，就会被他搞迷糊了哈。那真的美国我在占领吗？哦，你看陈水扁。 我吉啲搞唔拢被美国啊，给他限制这个，所以美国说陈水扁是虾米麻烦制造者。你一啲干唔达，讲你要独立，你要讲你要你要光头路线，你要加入联合国，你要改国号，美国就很头大。啊，其实不能不能怪罪陈水扁，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谁啊。啊，你美国也不讲清楚啊，你只是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能这样。啊，你有没有说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啊？啊，北来啊，北啊。 啊，结果拢不干，拢美国不高兴了。马英九中华民国都不敢搞这个，因为他们清楚中华民国的地位，那当然唔赞公公啊說說。哦，你看加入 WTO，独立分离关税领域，这个是虾米？主权有问题的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的领土被人家占领。 你不是完整的主权国家，你才要用什么？分离关税领域，独立关税领域。这个就告诉你了，湾不是个国家。啦。这种证据、喔、啊，哈，这杂志也歪讲啊，嘿，哦、欸喔，这样跨过哈、喔，这以前那种，这美国国旗，诶、欸、且新竹呢，那差美国国旗啊，哦、喔，这 AIDA 刘珊珊，前年是不？什么台湾的什么中华民国什么驻美大使哦、喔，我那代那个什么，他们外佣哦、喔，啊，这种。 手铐啊，吼，然后就遣送回台湾。哎，驻外大使，呢？大使怎么可以说关就关？大使不是有什么行政、司法什么豁免权？啊，现在会使来关，这告诉你台湾人，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啦，所以我敢动他啦，大无。其实当咱敌啊，拢讲话，什物什物什物驻外大使啊，什物啊、呃，什物咧，哦，什么的大使馆啊，其实咱毋是大使馆，拢属于那种叫物，咩？那东西办事。 办事处啦，交流协会啦，经贸办事处两年了，当然我前面大使馆有没有听过？有了哈，就告诉你我们的身地位，告诉你中华民国是假的，告诉你我们是日本人，好，好，因为时间有限，我这边我来个简单讲，哎、欸、，A I T 嘛，A I T 竟然六十二亿啊，在西洋只有四十个员工，盖盖了全世界最贵的美国大使馆，这创啥？ 跟你去想，好、哦，时间有限。来，给点客气。美国以一个中国争这三个公报，台湾关系吧，解释所有台湾跟美国发生的所有问题。台湾只要有一点状况，美国的开始都要攻击啊，去中国打了买单攻击，阿、啊、多掉什么？掉，因为就济咱合约会让美国泄敌。美国一直在当总经人啊，他不愿意正式出来。 因为他不敢讲这一条，啊，我们就是因为发现旧金山合约，我们差那个勇气啊，去控告美国，哦哦、啊吼，好，而且 T C G 演变吼，这因为时间已经够了，吼、哦，啊，我到到这里的好啊，吼、哦，只告诉你说，吼、哦，我们是在瞎子摸象，这一套理论学校没有教，那秘书长没有老师他讲，那民政委所有同事嘛拢唔知样，所以我们在瞎子摸象。 我们摸到什么就觉得说什么。我摸到大象的大腿，就觉得大象像柱子；摸到大象的尾巴，就觉得大象像一条蛇。然后，所以我们刚开始以为我们是美国的属地，我们要办美国护照，所以很多人就进来了。那后来去告美国，美国说我们没有台湾主权，原来走错路了。可是那时候就很多人不想玩了，所以我們那时候民政府跑出很多人，那我们觉得很伤心啊。 那后来又去找找找，找到那个日本天皇那个诏书啊，原来主权在日本天皇手中，现在目前正确地位是日俗美占。我们不是美国属地，我们是日本人，但是被美国占领，所以我们应该要办什么？旅行证件。好，就目前我们台民政府的定位的叠加，但是很不幸的，美国没有认真占领，找一个代理人叫做中华民国。 好，这一节课到这里，嗯，谢谢。啊，各位同学，我们下课休息。啊，时间上有做一些调整哈，我们这节课只休息五分钟。好，时间上有做一些调整，我们这节课休息五分钟。好，五分钟之后进来教室上课哈，谢谢。